来，这是你哦，阿姐，这是你第一次录节目。新生日记第二季，诚邀各位一起用文字镜头记录下和宝宝一起的幸福时光。一起给你汇报一下工作。悠悠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来依次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朋友们。Hello， 小宝贝，我是你的妈妈。不到四个月你就要出生了，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哥哥玄啾啾都会非常非常爱你。如果生女的话，你会偏心？哦，不会。大哥，等等，你去那边打好不好？你给我个吧。没有吧。我这次去是准备把爸爸这个东西要教到位，我也让你们晓得，环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你们一个是体育家，一个是艺术家，当你们的孩子太可怕了。啊！我跟我太太育儿姿态完全不一样。妈妈是铁血教育，只要她决定了这件事情，你就必须完成。所以真的是军事化，你们家多军事啊。你少吃冰点，王三。王三，你要拉肚子，那吃多了要拉肚子。你不要不高兴？我有点不高兴了。遇到一点困难都那个样子，煮个鸡蛋都煮不好，有什么用？你要跟我吵架了吗？你很没得用的。其实今天我这样表啊，我就是想你开开心心的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那是人家把你删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删？哎，他可以删我的呀！我的天哪！你看，你第一天出生的时候，你看你的，你的这只小手拉着谁的手？你的手变大了没有？爸爸好舍不得你长大呀，知道吗？我觉得他真的是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人了。爸爸妈妈爱你，祖祖也爱你。我有点激动。对，这地方看起来好温馨哦。爸爸妈妈会给你从小到大都给你布置这么样一个空间的，因为在我们这里，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。Hello， 小宝贝，妈妈最近呢，感觉肚子特别特别的重，是不是你在一直疯狂的长大呀？你不能长得太超重哦。有一点小激动。对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欢迎你，爱你。来，七七，看看你的妈妈。爱你哦。See you next month。挂了，七七。